做咩啊，子珊？高斌，你老老实实话俾我听，你系咪卧底？你讲咩啊？你边度听埋人讲埋啲咁嘅嘢啊？会死人噶！花大上次叫晒所有人翻中亲会，就系想睇我哋联兴城入边有冇内鬼。佢话嗰日有我哋自己人同 O 记嘅人接触，我亲眼见到你同其他人倾电话，嗰个系边个嚟噶？系咪警察？我一日听咁多个电话，我边记得系边个啫？ 唔系，而家我听嗰个电话啫。阿神爷就话要我系二五仔系嘛？花大咁信你，点解佢要针对你啊？我系五位，你信唔信啊？我加入咗联兴城咁多年，如果我系警方嘅卧底，我一早出卖咗神爷啦，我出卖埋四联帮添，成个社团一早散晒啦，仲有机会选个新裁判出嚟？仲系唔准我？我高斌向灯火发誓，如果我系警方派嚟嘅卧底。 我高斌不得好死，我高斌劈友俾人劈死，我高斌出街俾车车死。咁唔通系花大搞错咗？咩事啊，陈俊山？快啲走，宋忠揾人嚟劈你。死人，听紧啊！快啲大叫头盔！ 黄胜嘅多手冲咗上去高斌屋企，沙战，即刻通知医院去现场。